家好，我是韩国化妆品德兴研究所研发黑珍珠氧气泡沫面膜的研究员陶露露。雾霾会加速皮肤的衰老，而含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雾霾细颗粒物比普通灰尘还要小，它会渗入毛孔深层，堵塞毛孔，污染皮肤，还会使皮肤变得干燥，从而加速皮肤的衰老。德兴黑珍珠氧气泡沫面膜中所富含的超微氧气泡沫比雾霾颗粒物还要小，它可以彻底地吸附残留在毛孔深层的各种有害物质，排毒洁肤，一步完成。只需使用一次即可感受到洁净亮丽的皮肤。作为同样对皮肤健康度要求十分高的大家和我来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德兴黑珍珠氧气泡沫面膜。Global Echo, for SAEM.